早，我一直蛮期待我用感冒的声音再加上这支麦克风你之前感冒那个麦克风收起来也没有说到很好听，哎呦，就生日那时候感冒啊。然后仔细听声音，好像也没有到很好听。哎咻！没有啦，没有射气球了，现在要吃饭啦，先挂着。我要挂着吃饭，然后再开盒打僵尸。饭好硬哦。来下棋，干我那天下棋你又不在，我那天下棋等超久，等不到人。你先帮我去找那个 FB 下棋的分类，因为好像打那个英雄联盟的话不算是下棋分类。我下棋他不是有他专属的那个吗？英文。早安，不是啊，午安。好困哦，我早上7点才睡，因为。我 CWT 入场的票，我到现在还没收到，所以我其实现在有点又在紧张，票到底跑去哪里？然后我新的商品还没来，又让我更紧张。校庆王刚放学 ，Hello。校庆哦，下雨天呢，不是吗？来校庆哇！哇，为什么礼拜六还有一堆人放学？还是今天其实才是礼拜五？今天礼拜六吧？怎么一大堆人刚放学啊？有雨天备案哦。这样是大家躲在教室里面，然后今天赛跑用抽签的说谁赢这样子。
哦，不行，刚睡醒就吃炒饭，好油、哦。比赛都没进行，只有原油回。啊。我以前学校只有小学一年级学校有原油会过，那国中高中都没有原油会。那我高中因为之前学校还蛮小的，所以没有所谓的校庆或运动会。哎、欸，我高中好像一二年级也没有校外教学之类的东西，只有高三的时候有毕业旅行而已。我毕业旅行真的是说在学校里面最开心的时光吧。那时候是在垦丁，我夹娃娃机随便夹到好多东西，十块钱就夹了四样东西这样。吃完呢、欸，所以其实我现在胃很痛，因为我又在紧张很多事情。啊，万一我的票真的没有来的话，我要怎么入场之类的？不行，我真的吃不下，好油。我最近食量又变超差了，小小的几口饭就饱了那一种。那、啊、这个又是什么汤啊？哇，姜丝猪肉，可是猪肉怎么那么像姜？抓脸，猪摊子的证明可以吗？没有证明啊，他们只看票啊。之前都是两个礼拜前就寄到了，可是我们现在我还没收到。没有，他说他上礼拜就收到了、啊，然后就紧张一大堆东西，到早上七点才开始睡，然后本来想说下午一两点开始开台。赚时数，结果哪知道睡到三点半，唉，你也才刚起床，你做什么事情刚起床？我靠腰，你还真的找给我？哎呀，干，真的要下棋吗？下期我真的怕没人看欸。
有去，没有，他们已经寄的话，那也是邮局还是哪里的问题啊？我可以一路开到晚上十点，不是啊？你要看我留不留得住观众啊？你说像以前在以前的平台玩，我一路开到底没差，我不用担心人数多人数少啊。反正我会用到，会吧？哦，这好辣哦！是姜的那个辣。主要是，不是啊，商品是样品有到啦，不过那时候样品，兔子说李哲那已经印出来了，才说李哲言看起来怪怪的，啊后来就又修又补，又修又补，然后就是改了兔子的脚跟李哲言的头这样子，所以那些样品很多。怎么样？因为那时候那个样品如果拍出来的话，会跟实体不符合，所以我想说等实体商品来，再拍在那个拍下来，然后放 DN 里面。DN 现在还没去印啊。哦，分类就真的是挂麦块哦，傻了哦。不是我挂麦块没有用啊，我只要没跟他们玩的话，我麦块其实也没什么人看的、啊。等我把汤喝完吧。而且你要我麦块玩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你是要我死哦、喔？很腻耶、欸。又不是说很早很早那种以前，麦块还不多人有的时候，那时候真的平均十个人，三个人有正版麦块账号，七个都是盗版。那时候开台，那时候的感觉比较好玩。那时候是1.4吧。如果1.7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我都有在开台玩的话，哦，应该是很猛。那时候平均开台都有300到500人啊。啊，不过那时候玩新入股也维持在300、500人，我也是吓一跳。啊，不喝了，不喝了。首页。好，我改个分类，我们来下棋。找一下哦。更新。白痴哦！等一下，对不起，我都又变成鬼抓人了哦，吓死人棋，更新资讯，好。我们来下死人棋，我看一下哦，游戏，
属性。完成。哎，不要一直卖来卖去啊！你们真的是很无聊哎，不然就不要看嘛。不然就是 Tina， 你就不要讲后啊，他卖不了你了啊，选一个啊。要么叫无缺拔掉键盘，要么就是 Tina， 你不要讲后啊，选一个。啊，讲出来被卖掉，又说很爱卖你。他明明就知道无缺很爱卖人了。哎呦，英雄联盟卡住了。等一下哦，真的卡住了。启动。好了，启动了。对啊，你可以挂着去睡觉啊。哇，这个真是很烦哎！我怎么开始？开始？哦，这样子，觉得。干，那给我上线啦，叫我下棋的。妈的，给我上线哦！邀请加入，哎、欸，还有谁？快点，是谁啊？给绿，哦，还是有人要来？你再更新，你去死！